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侯孝贤导演费时8年时间推出毕生第一部武侠作品《刺客聂隐娘》，荣获本届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编剧之一谢海蒙为我们分享。海蒙好，凯英好，大家好。要谈到《刺客聂隐娘》，心情是非常兴奋又肃然起敬啊！果然侯导的武侠片是非常个人主义风格的，所以海蒙原先的这个文本啊是裴行写的唐传奇小说，只有1700多字嘛，后来你把它扩展成为15000字的剧本，所以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完整的电影本是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你做了哪些调整？其实你说从1700字1734个字对，有算那它扩充到了15000字，其实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只是借用聂隐娘这个，算是借用它一个开场跟一个架构，其实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所以也要说重新向侯导，就在所有我们所有人展开工作之前，先花了1年考证，考证出说唐朝的这一段历史，然后把这个故事全新的故事放到这一段历史这个框架里头来写。所以那这个大时代的背景就一定要提一下，说就是唐朝的藩镇割据。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唐朝的强盛大概是到安史之乱，中唐安史之乱之后就急速的走下坡，对，衰退。那当时候在安史之乱平乱之后呢，朝廷为了说屏障中央，也是分封说安史之乱之中平乱有功的功臣，那就把他们分封到国境比较是边陲的地方，就建立藩镇，他们那这些统领藩镇的人叫节度使。但尽管说他们都是功臣或功臣的后代，但久了就还是说就开始各行其事，就对中央爱听不听的。所以那当时候中央控制藩镇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把公主嫁到藩镇来，有点像和藩。和藩，对，所以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说嫁成公主，这公主是在历史上是史实人物，她是唐代宗的女儿，唐德宗的妹妹。她被嫁到魏博，当时是最强大的、最不听朝廷话的一个藩镇来。对。那当嘉诚公主被嫁到魏博来之后，她跟节度使田旭并没有儿子，所以收养了田旭的这个一个三子田季安。那开始进入我们故事的主轴。对。那聂隐娘她本名叫聂瑶，是魏博的一个大将聂风的女儿，也是田季安的表妹。那是嘉诚公主属意说他们两个婚配的对象，但是这个婚配后来没成。对，因为袁家来投靠这个势力，突然来投靠魏博，变得说魏博跟袁家必须要政治联姻，要有政治婚姻。对，就是彼此就舍弃了姚妻，对，公务事宜，所以姚妻就被舍弃。那舍弃的结果，嘉诚公主不忍，就托她自己的双胞胎姐姐把妖气带走。那这双胞胎姐姐就是说原著的尼姑，我们把它改成道姑。那我们设定说她是一个是嘉诚公主双胞胎姐姐，但自幼就流落到民间变成一个道姑。那他们这一对公主是用不同的方式保卫自家江山，因为他们都是唐家，都是李家的公主。对，那道姑就直接用杀的，削凡反正不听话她就杀掉。那公主比较就是说希望用政治的手段来达到说恐怖平衡，这样藩镇就不敢乱动。所以那他们就是用这不同的方式，那道姑带走瑶妻把她训练成刺客，其实就是要继续自己的这一套，就是为她斩除不听话的藩镇。所以有了13年后说送瑶妻回到魏博来杀暴虐的节度使，就是当年他的表哥，他表哥这时候已经继任为节度使，这田季安。那这时候嘉诚公主已经去世，可是当聂隐娘回到聂瑶成为聂隐娘回到这个魏博的时候，就是关于公主的记忆随处都在，因为这就是她童年度过的地方。所以她就会开始面对自己记忆的召唤，就会越来越偏离说她应该刺杀田季安的这个任务。等于说是道姑跟公主这对双胞胎各自的想法，在他心，在聂瑶这个刺客心中拉锯。所以他就是杀还是不杀。所以这个故事我们曾经下过一个 slogan， 叫做这是一个武功绝伦的女刺客最终无法再杀的故事。接了这个任务要杀，但如何说到最后变成说
不杀人的这个故事。嗯，这是一个无法杀人的女刺客的故事，她心里面的挣扎非常多。当初海蒙跟侯不倒在建构就是聂隐娘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把她设定成为亚斯伯格症患者，对不对？对。而且你有做了很多的文学的设定，究竟她的筋骨啊，她是怎么样建构而成的？其实不仅是文学设定，还很多好莱坞设定，因为侯导一般会认为说侯导这种艺术片的导演应该很排斥好莱坞，觉得说那个垃圾食物。其实侯导自己还蛮爱看好莱坞电影的，就是很有心的。所以其实陈年的聂隐娘的构成比较商业化，我们说用的两个元素，一个就是龙纹身的女孩，对，莎兰德，莎兰德，另一个就是神鬼认证杰森波恩。那用这两个角色其实就是说建构一个 奇怪的非常突出的一个女杀手的形象，就是说非常的沉默但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亚斯伯格正是我们试图说就是为她增加一点特色，就是不同于常人的一些特色。那刚好就是龙纹身的女孩莎兰德在他龙纹身的那个原著里头，就他这个男主角其实有多次猜，虽然没有言明说他是亚斯伯格症，但其实男主角有多次猜测说这女孩是不是。那他描写的形象也确实是非常的亚斯伯格，专注，然后非常的执着，甚至很拗。那有一种说就是濒临到压力边缘，像压力锅随时会爆开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可能聂隐娘没那么说在爆压力锅爆开边缘，但是就更沉浸一些。那她的追寻身份，我们说聂隐娘是一个她回到魏博士追寻她在这个世间的定位，对，就是说她虽然知道她是谁，她叫聂瑶，她是田建安的表妹这些，但其实她并不太知道说她在这世间上的定位何在，他哪边是他依托的地方。对，所以我们用了神鬼认证的杰森波恩，加上杰森波恩自己也是就是一个杀手的角色。所以我们用的说杰森波恩自己失去了记忆，那他整个神鬼认证三部曲就是他找寻他记忆的过程，找寻他的名字是谁。那聂隐娘也是说他就是回到魏博找寻他的身份，说他到底是谁。所以成年的我们大概用了这两个元素。那幼年的就比较文学性一点，文学性一点。雷峰塔，对，雷峰塔里的沈琵琶，沈琵琶就是张爱玲，其实是张爱玲自己自述，对，自述就是张爱玲。那我们用新疆的女作家李娟，用冰岛的小说，那个作者名字我一直不会背，因为那她是米兰昆德拉推荐的，说最好的冰岛小说。那个女主角，那小女生没有名字，叫九岁的小女孩，一种儿童化的视线，就是很干净，像镜子一样，因为成年人的视线并不干净，会掺杂自己的想象。对，就希望说是很干净的看着这个世界，就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出真实，而没有说是夹带着什么，夹带着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投射。对，就是说完全是干净而疏离，这样看着世界，是用这样采取他们三个的，是用他们这个看事情看世界的角度来建构幼年的聂隐娘。聂隐娘三个字，他就觉得这名字太酷了，很受他吸引。聂隐娘这角色很吸引她的就是自由自在。看到魔镜少年经过门口就说我要叫她，父母也不敢反对。那她决定投诚，说投到陈许的节度使去，不跟着魏博了，也是一句话说我觉得你比较好，投诚过来也就投了。就是这样子的自由自在。编剧工作你大概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跟到到最后拍摄完成，前前后后真的是8年的时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聂隐娘的年纪，到拍摄完成的时候你已经是田季安的年纪了。所以编剧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写他好像像是就是炮手，但是又很像是就是奥德赛里面的织布女。所以你怎么定义编剧的工作？这一路来有哪些辛苦的地方？其实再说那个聂隐娘的年纪跟田季安年纪，最早这句话是我们拿来挖苦侯导用的。看你搞了这么久的，这么久。对，但是就是说，你说编剧的过程中，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说，因为侯导是
其实你说穿了，真正编剧、真正架构整个故事的人是侯导。对，那只是侯导，因为他坚持说自己不会文字表达，所以他需要说有人帮他把他的想法执行进去，把他落实。所以就变得说，我们两个，我跟天文就我们两个就是负责这个执行写出来的工作。嗯、那都是由侯导讲他的想法、他的故事，他要怎么拍，他就会直接表演说他我要怎么拍，我要怎么运镜这样子。那我们听他这样子的想法，揣测他的想法，写出来给他看。那他满意就继续写，他不满意就回去重写、嗯，就是拆掉重写，拆掉重写、嗯。那他不会说不好，但是他没反应就是不好。对，他没说好就是不好。他对，所以那可能一般有些会觉得说这也没什么难，就是照他讲话录下来就好了。但是问题是，因为侯导拍片还靠感觉。是他这样告诉你说他要怎么拍，他要怎么拍，其实你要去抓他那个感觉，他不会直接一字一字告诉念给你听，当逐字稿这样写，没有，他是说他的那个感觉，他怎么拍，那你就要想办法去猜测说他的那个感觉，来把他努力这样子写出来，文字化，对，文字化，对，天文老师其实也帮你打了一剂那个类似像是预防针，对不对？他说，其实他觉得侯导最好看的电影都是他当初告诉你说他要怎么拍的那个当下。对，但是事实上，从文字要把它影像化的过程，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嘛，会有很多的自我的意识的投射。所以，就是海蒙，你怎么样看《刺客聂隐娘》的成品呢？跟你原来著作的这个编剧之间的关系？对，因为天文一直担心我会说觉得自己第一份工作就受到严重打击会不会不想做之类的，所以一直给我打预防针。那其实我早就知道说有这说法，说当侯导的编剧是一个成就感很低的工作，很低的工作。其实没有，只是说天文对侯导的片子要说有什么不满，其实是说因为他认为剧本讨论阶段的时候，你不用去想执行度的问题，你就很自在地说出来说我想拍什么，我想拍什么，你不用想说现实中这拍不拍得出来，执行度怎么样，只要只管说自己想拍的，所以那就会很过瘾，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对、对，失之天马行空都无所谓、但当你开始进入实际拍摄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断跟现实妥协的过程，对，所以说如果你讨论阶段那个电影各项都是达到100%的时候，你跟现实的妥协就是一再的削，把这100%往下削，削成9折，削成8折、削成7折，削成6折、对，就所以我觉得说当侯导电影怎么会说像天文讲那么糟，说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就是说作为编剧会看到说本来可能有他更理想更美好的一个图像在那边、那现在得是说这种与现实妥协的这个结果、那我想说他的不满大概是 来自于这里、但也无可厚非，因为侯导自己有一套办法说把这个5折、9折、8折、7折、6折、5折转换成说侯孝贤的电影、那可能就并不是我们在剧本阶段讨论的那个东西了、所以可能说当编剧的没有成就感，当编剧的失落来自于已经不再是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就是侯导的电影、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我说就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但是要重现就是9世纪的唐朝，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海蒙你们是不是全随身都会带着资治通鉴还有就是唐书可以互相做比较，你们做过很多的就是调查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大概你说这些考证的这些东西大概到现场就会全部丢掉，对，因为侯导到现场还是就你到现场的变化就还是会很多，那这个可以说我们谈到现场的时候慢慢来讲。那其实说当然你就说我们在编剧会议的时候资治通鉴那些随时是新旧唐书全随时是一叠摆在桌上，就是随时打开来翻，甚至说有时候不一定是说魏博的跟魏这个时间魏博田季安时代的魏博有关的事、而是说只要说类似的处境在唐朝史上其他的反正类似的故事什么的、只要说有用，因为其实人的行为都很像，人面对说你是一个边陲的反正，你面对中央朝廷各种尔虞我诈权力纠结
藩镇之间合纵连横对抗朝廷，或是若即若合，其实那个想法大概不出那，不出那几样，不会跳脱这个框框，对，所以其实我们参考除了说就是盯着魏博这段史写实历史，也会去看一些说其他同一个时代不同人的故事，是不是说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故事这个剧本里面，对对对，那你看的话，为什么你觉得侯导会对聂隐娘这个故事特别有兴趣呢？为什么一直念兹在兹的想要拍一部这样子的武侠片？其实他就很受这个故事，因为他爱笔记小说也爱武侠小说，小时候就是看的那个念书不念都在看这些东西，那当然他也对外讲过说聂隐娘这名字太棒了，他不是有说过什么，他就是一个三个耳朵躲在那边的一个女子聂隐娘三个字，他就觉得这名字太酷了，很受他吸引，我觉得他聂隐娘这角色很吸引他的就是自由自在，这个女生不用听爸妈的也不用听反正的，她想嫁她就嫁了，她就说看到魔镜少年经过门口就说我要嫁他，父母也不敢反对，那他决定投诚，说投到陈许的节度使去，不跟着魏博了，也是一句话说我觉得你比较好，投诚过来也就投了，就是这样子的自由自在，虽然这只是一个发想啦，因为我刚刚也说过我们的剧本已经是原创剧本，所以你真要说吸引侯导的这些自由自在到我们开始编剧之后又全部又脱开，又脱开了，对，但这代就是一个缘起，一个机缘，吸引他的一个机缘，舒淇看了这个剧本，看到青鸾舞镜那段，他整个就是非常动容，眼睛都红了，所以简单说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一只青鸾，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故事说把大家心中那只青鸾召唤出来，可能这样子失之于悲伤，失之于寂寞，但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个东西，对习惯好莱坞电影叙事的观众来说，聂隐娘应该比较晦涩难解，对不对？尤其还有文言文的对白的这一层的障碍，所以看刺客聂隐娘的入门呢，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更容易进入刺客聂隐娘的方法？那因为你讲到好莱坞，我就是解释稍稍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会觉得说聂隐娘这种叙事方式很，或是不止聂隐娘，侯导片子的叙事方式普遍来说很难懂，因为其实好莱坞走的是电影传统，蒙太奇的传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讯息都是单一线索，对，然后就只在景框里，景框外是没有世界，没有东西，没有线索的，所以观众一路接收这个线索，一路看接收这线索，该哭就哭，该笑就 笑，然后接收线索，你甚至也猜得到结局，所以你的观影的成就感很高，你看完你很满足，就说我一路接收一路都有回报，那这是一般好莱坞叙事传统，但是侯导电影是走写实的传统，它的因果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绵密的网，很多因果并存在你的景框里甚至景框外，所以你当下你看的时候，你接收这些线索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这个东西会在哪里应验，所以你会有点挫折，说我接收了这么多东西到底要在，甚至有些一去不回头就不见了，但因为我们的真实世界其实是这样，是这样子的，你并不知道说什么这件事情以后还会不会有因果回到你身上，可能一去就掠过眼前就没有了，所以甚至侯导片子是说你要在事情事过境迁结束之后你回头来才知道说他那个因果的关系是如何，这是侯导的片子，所以你说入门方法其实侯导自己非常建议大家把剧本看一遍，他就一直催我说把剧本po上网，把剧本拿去网络上散发，因为他觉得说看过一遍你知道剧情以后，你只要仔细去追那个人与人之间很细腻的情感很微妙的关系就好，你就不要再费力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还要去追剧情的线索，对，就觉得说没那个必要，就是只要看这几个主要几个角色，聂隐娘、钱季安、魔镜少年甚至田园氏、虎姬这几个角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像那些大时代背景啊，就是大家认为很晦涩那些文言文的台词，其实那些不用去看懂它，那个你就当成说像是背景的鸟叫虫叫什么东西，这只是一个烘托一个时代的氛围，感觉说那样子比较像个真实那个时代的世界，你
不用去，当然你要看懂他呀。你说我要当个就是非常执着的影迷，我要看懂，那也是可以，因为我觉得说真的也不难懂。我觉得侯导就是他那个叙事方法一直很晦涩，但我觉得这一次已经，我自己看的感觉已经觉得侯导蛮体贴，嗯，该漏的线索全部都 有留下来，都有放进去，嗯，其实对。所以剧本的话，其实侯导也很喜欢引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嗯，在冰以上的十分之一，还，嗯，但是你还是要建构冰以下的十分之九。对对对，海蒙怎么样看他这样子对写实主义的执着嘞？他就会希望说，每个人物电影里头每个人物都是真的，嗯，哪怕说他只是边角略过，只是惊鸿一瞥，他都希望这人物是有名有姓有身世 的一个人物，而不是说傀儡。就略过去之后就可以扔掉，就再也看不到，嗯，而且他这样子建构有也是因为拍片的考量，就是说台湾拍片环境并不好，对，跟好莱坞的工业化比并不好，所以你的拍片随时要调整，嗯，可能你一拍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拍不到，你马上要跳到别的地方去，嗯，那你跳到别的地方你要有个这种迅速转换之间的一个非常应变能力，对，嗯，非常应变能力，非常精准的判定，你就要靠说你要事前先把人物都建构齐全了，嗯，这样你随时去要变成哪一块，嗯，你都可以办到。那当然也有别的收获，就是说也许你建构出来以后发现这一部分你更感兴趣，嗯，你更想拍这个，是，所以才会发生悲情城市那件事，嗯，就是说结果以前想拍的悲情城市完全没拍出来，没有拍成，结果把水面下的冰山全部拍出来，嗯，变成我们熟悉的悲情城市，嗯，也会有这样意外的收获，嗯，所以海蒙你可以简单的帮我们说一下刺客聂隐娘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吗？再讲一个人非常孤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slogan 说一个人没有同类，嗯，这故事答应 这句话现在已经传得蛮蛮广的，蛮广的，因为就是青鸾舞镜的那个故事，所以，嗯，所以我们是有点想说，我觉得认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就是非常寂寞的经验，嗯，因为就我所知，你说舒淇看了这个剧本，看到青鸾舞镜那段，她整个就是非常动容，眼睛都红了，嗯，那你说她是一个女生，众星拱月，大家追捧，那可是她依然心中，我相信说我们不为人知的地方，嗯，她也有很孤独的。他认为他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地方，嗯，所以简单说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一只青鸾，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故事说把大家心中那只青鸾召唤出来，就是唤醒说大家这样子一个孤寂非常孤寂的经验，即便说可能这样子失之于悲伤失之于寂寞，但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个东西。嗯，今天非常感谢海蒙帮我们分享刺客聂隐娘的编剧过程了，下周我们来谈也是很精彩的实拍过程，好，谢谢，谢谢海蒙。